TC 作为中国街头文化典型代表品牌，已经逐渐发展为国内屈指可数的潮流单位，成为了国潮的代表符号之一，多年来也为一众潮流文化爱好者带来了与时俱进的潮流体验。为了让设计师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国潮，我们此行来到新天地 NPC 新店和 NPC 总部，并且邀请 NPC 品牌主理人李晨作为我们的重要嘉宾。同时李晨还根据自身做国潮的经验及感想，列出了四个小主题，帮助设计师们一同探讨国潮精髓，与设计师们一起玩转国潮。你们是在集体走 T 台吗？可以走快点吗？你们刚起来是不是觉得现在还没缓过劲儿啊？对，是。既然都没有缓过劲儿，那现在呢？我先告诉大家一个让你们又惊又怕的消息。我们将会迎来十位设计师的第一场 T 馆赛。T 馆赛。接下来我们要欢迎到。欢迎今天两位 T 馆设计师张思佳和王庆彤，欢迎二位。其实就是在简单的西装里面做一些简单的结构。这是我品牌的衣服，高票回来的，我也是想回来证明我自己，是来拿第一的，准备也比较充分，比上回有底气多了。当然还有他们带来的时尚体验官大王以及杨子，欢迎你们，欢迎欢迎欢迎。那今天呢，我们将会迎来六大主题考核的国潮来袭。为了让这次设计能够出彩，我特意找了一位大来宾来帮助大家参与全程的设计以及创意，他就是我们著名节目主持人、潮流店铺 NPC 助理人李晨。李晨哥，欢迎。大家好啊！又见面了，又见面，又见面了，又见面了。今天成哥来到现场的话，其实带来很多任务来交给大家的。来，成哥，好，可以告诉我们吗？哎，我拿一下手卡啊。首先我要为大家来宣布一下，我拿到的上一场舞台秀的排名表，第一名，史策，恭喜，恭喜史策。第二名，孙建宇、任科明、周游、周小涵。圆满，佳木养热西，张勋，同明星，第十名，大魔王。今天呢，我手里有十二张卡，是我从业这些年来，点点滴滴的辛酸。开潮流店铺到今天，大家对于国潮的一些评判，一共有四个关键词，按照排名大家来抽签，每一位要完成一个作品，而且你们有限的金额、有限的时间要把这个作品做完它。那就来抽签吧，排名第一的先来吧。来，一个一个上来抽就好，按照你们的排名啊。我谢谢。你是啥东西？好，那各位已经看到你们抽到的关键词，这四个词是我觉得所有的媒体、消费者、各界人士，专业的不专业的，对于设计的一些看法。这四个词还挺难的，因为他们相互矛盾，又相互有一些相似之处。对于一个设计师来说，我觉得你们从默默无闻到最后，有可能有一天你们的作品会在世界最好的舞台上，你们一定会经历这些过程。有的时候你们的作品也有人说你是借鉴，更有人说你是致敬，但是到底是不是原创我也不知道。这四个词好好发挥，然后看看你们的作品。四个小时之后我会在 NPC 的总部等大家，然后这四个小时可以出去采购你们所需要一切开发这个产品的物件。当然今天我们资金分配是不一样的，排名第一的史策呢将会获得1000元的采购资金，那其他的设计师们你们也可以获得500元的采购资金。哇，哎，我们就转身去后面消费吧，好吧，我觉得是够的。那就四个小时之后见了，大家好好的这个思考思考，跟你的队友可以好好商量一下。大家出发吧，谢谢大家，谢谢成哥。十二位设计师呢已经完成了他们的主题分组，目前他们正赶往各个市场去采购面辅料，四个小时之后就会在这里 NPC 的总部，我的办公室，期待他们的惊喜。
小时。那信息开始你们的采购。对于个人能力来讲，我是很有信心的。我们每个人的风格都特别的不一样，但是我的工艺不算差，在我们选手里面。作为一个好的设计师，真的是能把商业做得好的才算是一个好的设计师。其实我们几个人都蛮强的，有一点难的。做自己的风格吧，还是要平常心，不要太累，我觉得。只有黑色的吗？这个黑色的多少钱？怎么卖的？25一米。来3米吧。啥？25还行啊。我买东西从来不砍价的。25一米。等会儿先别讲啊，我先想我要到几米。就这样穿的。4米的话是100哈。对。抛钱的。500。随便许低。来4米。对。这多少钱一米？35一米，这个可以来。我算一下，别着急。来3米，还一半呢。行。多少米来的？3米哈。对啊。啊，对。行。我怕我忘了。这个多少钱？啊，这个。这40块。就这个只有一种吗？只有一点了，没有了。啊，也是只有一点啊。对，能看一下多少吧，我看够不够吧。3米不到，3米不到，啊，对，3米不到。啊，你先帮我算一下一共多少钱啊，好吧？总共380就行了，好吧？行。300，对。100，你给我20，还有120，我可以买辅料，还有120，够了，我觉得。真是。给俺家问吧，有 T 恤料吗？没有，没有 T 恤料。有 T 恤料吗？有 T 恤料吗？没有。有 T 恤衫的料吗？有 T 恤衫的料吗？有没有 T 恤衫的料啊？他这儿没有。老板，你这边有没有卖那种？PU 皮的那种 PU 的皮，对对对，有吗？那你知道这栋楼里面有吗？哪边？那个 PU 皮的面料是在那边吗？好像是在那边一个角落里。是有个角落有啊。谢谢老板啊。他说的角落在哪里呢？老板，这边附近有没有卖那个 PU 皮面料的？ PU 皮不是可以这里就叫人家关门，人家关门。今天关门了。啊！这家就是那家关了门的，他为什么今天关门呢？真的是卖 PUP。哦。我已经脱离了组织了。哼。我针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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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找不到面料了。有针织面料吗？我想找针织面料。哎，这个也不错，这个。哎，老板，这个面料怎么卖的呀？这个。38一米。35吧，帮我拿1米。1米啊。谢谢。我拿半米吧。半米。15块钱，好不好？行。谢谢。最好还是要1米吧。谢谢。然后这个对，这个帮我拿1米吧，谢谢。哎，上次要不我要这个吧，这个面料，这个浅色的，价钱一样是吗？好，谢谢。这老板，这家面料也是你的是吗？哎，对，这也是。这个帮我来半米吧，这个多少钱呀？这个。半米都30了，好贵哦。哎呀。哎呀，我现在就只剩120块钱了，
真的500块钱分分钟就花完了，分分钟就花完了，便宜点。我这个就是你45块，那个就是你55块，好吗？便宜点，我还买别的呢。我们一共就500块钱，我还是买里面的东西，穷人买里面的东西。那你心里要哪一个呢？这样，就这个吧。要这个？嗯，求你了，我拿送。那是你50块的嘛，好吧？啊，求你！不是68块的，你求你了，阿姨。45块，40块，40块。45块，好厉害！40块本钱都不够吗？求你了，本钱都不够。求你了，45块。啊，姐。我本钱都不够了，又买牛仔，好没有意思哦。我就没买过牛仔。你们这些人，第一名来 diss 我们，现在是要他根本不想买，他在兜里揣着1000块钱，整个人都散发着光芒。要3米，老板，你这也帮我拿3米吧。哎，卷卷是卷卷买什么面料了？他买牛仔背心，我给你看一下。为什么我都想买牛仔？嗯，你帮我拿1.5米吧。这多少钱？30吧。30，行，1.5米吧。美丽老师，你买好了吗？没有啊。你咋整这么大个袋子？这样显示我买的多啊。你钱多就可以任性是吧？哎呀，你们怎么老 get 我这点啊？爸，哎，骗了1000块钱的东西。哎呀，没有啦，没有花。哎，老板，这个多少钱？贵的是多少钱啊？10块，4块，12块。啊，40？这怎么这么贵啊？那我拿着吧。那你这个多少钱？10块钱。阿姨，你看这是坏的，喏。我1000，我差钱吗？这个红好看。对啊，这多少钱？这么贵？快挤牛王呗。6块钱不行吗？妈呀，太贵了。再便宜的话，这种花式。照这个色儿的。你就这个给我们便宜点。我便宜点吧。9块钱。你9块钱跟没便宜一样。8块。你这个太可怕了，10块钱一米，我们俩就这么捂着自己窒息。这里看一下，这里看一下。哦，好吧，不看了。窒息。哎呦，怎么说这么丑啊？窒息。哎呀，我也想买这个面料。你之前那个版，那就和我一模一样嘛。这个豹纹我好喜欢呢。窒息。买到了吗？买了，这么快的吗？窒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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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窒息。这个多少钱的面？45吧。3米，你帮我剪3米吧。你这个帮我剪半米吧。然后那个要3米。那看这个料是多少钱的面？25可以吗？这个吧，你给我扯40块钱吧，买完吧。去买那块豹纹，我不管了。多少钱一米？80。哇，这么贵！你要买多少米啊？我买1米。1米那就给我60。好的，好的，好的。我大红色。谢谢老板。你这个怎么卖？空气层。30，好了。我要个2米。你跟强盗一样。老板，给我剪1米吧。稍微等一下，要稍微放一点。帮我稍微放一点，放一点啊，放个1.2米这样子。我没人。走吧，我买完了。他静悄悄地来过，他慢慢带走承诺，这是最后的承诺。老板，这块面料多少钱一米啊？58。你给我便宜点。没
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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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一米五吧。这个背面是什么？这是印花的呀。对。哎，老板，这种格子有吗？做 T 二的，做裤子的。我要黑白的，就黑白的，类似这种。我没想到它是印花的，就这种。没有你要的那个格子。嗯，没有的话，我再问其他家的。好的。好，谢谢。啊，您好，您这儿有没有就是那种像这种的做裤子的？格子的。对，做西装做裤子的。没有，我再问其他家。谢谢，谢谢，谢谢。哎，周勇。哎。你怎么样了？我还有一块面料没找到。哎，我把钱放哪儿了、啊？我怎么丢三落四的？我钱不见了。三落四的，钱不见了，我把钱放哪儿？我把钱放哪儿？我把钱放哪儿？我要黑白的，就黑白的。找到了，找到了。老板，我要买这个，你帮我看一下，实际上这些东西都多少钱？这些都好贵啊，便宜点嘛，10、20，还在买，走了。我来不及了。90、100，加这个100。咦，这个不便宜，真的，老板，这个、哎，老板真的，我还想剩点钱回去，现在是一点钱没有了。100。那呢？20，多少？20啊。啊，卖线的姐姐，2米8尺寸，外面最后120的是吧？我刚刚让你给我准备的这个拉链在哪儿啊？拉链有了吗？就一条啊？那就没管用。我两条了，你还有吗？快快快，我只赶上时间。我差不多买完了，还剩100呢。老板，帮我算一下。我结束了。90块钱的鸟加上这几个花，给我便宜点呗，一共求你了。这个帮我减2码，这个帮我减1码，好不好？然后一共10块钱吧。谢谢，全部花完，一分钱不剩。欢迎我们今天的12位设计师来到了现场，欢迎你们。对，今天的24小时之内呢，大家会带出什么样好的作品给大家？我们非常的期待。接下来我们宣布24小时乘一倒计时开始。如果我要做高领的款式的话，就我还是做高领的款式。我赢了就做高领。小韩，我们收紧了布，石头剪刀布。干嘛呀？我赢了。我在想，我那个款式要做高领还是圆领，纠结一下。我经常干这事，我跟你说。你来测试小韩是不是个傻子？我还莫名其妙的配合和你一下。该配合演出的我，真是耳不见。法粉在哪？我要滑粉，我要面料打板，我要向佳木老师学习面料打板的技术。但我觉得佳木老师的手法我有点玩不过来。祖宗，我不考板了，我直接裁吧。直接裁吗？这个。好嘞，你要哪个板？我要大一的。那我先打吧。先打？不是，我先直接裁吧，我不考了。可是这个长度不是不太一样啊，你自己看着吧。这手这个线，你给它粘回来呀、啊。你给它粘回来呀、啊。在哪儿呢？下面啊。那我再粘回来吧。多大多长啊？就是男生的，很长。
宝宝，你那儿有没有好看短的金属拉链？短的金属拉链，我就买了五条，我刚好要用的。你都要用啊？对。探魔王，嗯，你那儿有没有短的金属拉链啊？没有，没买拉链。佳佳，嗯，你那儿有没有短的金属拉链多的？短的金属拉链多的，带圆环的我有。都可以。好浪费哦，给你。嗯，给你好浪费啊。短的真是可以了。很短的那种。可以给你5块钱。天啊，这种。对对，就它。嗯，它这长呗。短就吗？这也很短啊，没有很长啊。可是我万一要用怎么办？嗯，那就我先用吧。哎，你怎么一到做东西的时候就借拉链呢？无一例外，每期都这样。故意没问你借，怕你骂我。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呢？没关系，我还有一条了。你们干不拉瞎做不觉得干吗？嗯。我做衣服的时候一定要有音乐。一定要什么？有音乐？对，一定要 Come Some Music。那你的 music 呢？可是没有 music， 我就只能自己唱了。唱嘛，来，给我们来一段。我一直在默默的唱，小声的唱。大声一点，干嘛？大声点也不行，太热，耗费力气。慢慢来，不急。买什么呀？买了几个板子杆。天哪，可以借我一点吗？可以啊，你哪个？我要用这个裤子的。行啊。爱你哦。啊。他买了基础版，谁买了？隔壁的。哎，我看看都啥版，啥大衣版 ，T 恤版，花多少钱买版？100多。我也想买一份啊。对，到时候把网址给我推过来吧。好的。就我们这些智商都好像都需要一些。我已经裁了70%-80%了，发现门服一直。纱线一直搞错了，没事儿，谁会看呀？钱是横着裁的，不是裁着裁着说，哎，怎么不边在这边？张老师怎么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怎么了？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对，你的帽子给我扔。我不，你没洗头啊？对，这个也没洗头。好，那算了。把你打造成一个黑怕歌手怎么样？没有兴趣啊？那摇滚巨星，你对哪个有兴趣？帅就行。帅就行啊？你是想要时髦还是帅？我想要你加点东西。男家，咱们条件有限。我觉得这个 A 是蛮到位的，这个 A， 对吧？对吧？可以穿的，可以穿的。我再做个领子行吗 ？OK 了，走换件。哎呦，80了。要不小了2圈。80了。要不小了2圈。真少了呢还。那是，顶级是有用的。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过了太久，没人记得当初那些温柔。我和你手牵手。我要一起走到最后。我们爱的没有错，我们爱的没有错，这是美丽的独秀，带着我踏出所谓。我唱歌是不是非常好听？是不是？是凭良心说，摸着良心说，我以前是十佳歌手冠军，你们学校的。Hello，
我现在带来一位神秘大来宾。Hello， 大家好，我现在带来一位神秘大来宾，欢迎陈哥。陈哥呢，今天特意过来给大家做一下指导。怎么可以有这么乱的反方？你们赶紧收一下啊，给你们空间收一下。哎，差不多已经成型了啊。我本来想这里也拼这个颜色，但是有点太多了。你这个是要加后面的后背？对啊，我加了一个兵马俑。啊，这个脖烫我觉得你要再想一想，如果没有特别跳的话，那还不如不要，除非是它真的能够让它变得一下子就把这件衣服的造型给提升出来了。因为你没有在模特身上试这个脖烫，你准备怎么给它绑，对吧？好的，我看看这边。陈哥，我一直等您来，因为我遇到了个难题。怎么说？它其实是两件衣服，我是把前片做了个 double， 就是两个，然后拼在了后面。我一直在纠结要不要就是翻出来哪片是彩色的。我觉得不用啊，就真的黑白就让它纯粹一些。然后你就是那种像翻过来的时候，你突然会感觉，哇，哎，这里面是很特别的。Burberry 致敬的感觉是吗？很明显是吧？这个我故意把它做的廓形变大。其实我还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会在这儿写“洗后不合身”，但是真的要想清楚再做，因为这种涂鸦的东西就每次对大部分人就是一涂就没想好涂，哎，越涂越多，越涂越多。我有一次画图就是白纸上画黑的嘛，然后画，所以我就把它涂成了一张黑纸，因为这没想好，所以就话太多的感觉。好，谢谢陈哥。不会，哎呦，这个厉害了啊！陈哥好，因为我想用那个马奎的那个，然后作为灵感嘛。下面是这样一个裤子的造型，然后在这个地方带口袋，因为它是一个超长的这样一个 T， 然后下面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这样一个哈伦裤。旁边我也是准备用深色，用这个布料，然后来做旁边的这样一个装饰。然后里边有一个白色的带兜帽的这样一个T， 然后来打底。我是觉得有一些地方可以稍微的不用花那么多心思了，对吧？后面又有彩绘，前面又有拼接，然后下面这边你看还有个不一样的面料，里边还有一个什么带帽的 T。 我觉得你最后要看一看，不一定做出来就一定要把它呈现出来，如果不好看宁可拿掉。对，我明白。你那边那些标是打算车在一起之后用白丙烯把它涂上，马丁马吉拉不是喜欢用白漆涂各种东西吗？对，就是没有做得很华丽，朴素低调一点。我觉得还有个方法啊，你可以尝试一下，比如说把这些图案提到最上层，就是你再裁一块这个，可能你把它贴上，那你又有这个东西，但是这个东西可能就到上面了，就是这个不会很明显，但你又看得到你的牌子。你可以试试看，我觉得你反正就裁一块贴在这儿，感觉对我感受一下，行，那我就把它车上去了，会让这件衣服感觉更有立体，更有细节一些。对，就不是一件印花的东西了，这个好看，就已经成衣了。你这个特别好看，这个已经做完了，是就配卡其布，然后加了一些我找的这个章，我试一下，可以。这个型好好啊，就是这个地方，哦，它是高的，它不是像通常的那种衣服。它这么远看有点像披风斗篷的感觉，缺一面镜子。对，缺一面镜子，挺好的。我之前不是说想要设计一个男朋友可以给女朋友穿的吗？它是就是两个衣服的版型是一样的，但是这个是一个高领的卫衣，这个是一个棒球服的外套，然后会把两件衣服结合在一起。可以的，加油。西西那边在做的是什么？我做了个裙子，但是不想给你看，因为太丑了。没事，看一下，快！我会被淘汰的吧？看我的啊！好，直接淘汰吧！你看人家都做出衣服来了，这个其实好看的呀。主要现在做每一片的细节，然后最后把它拼起来。这个是前面还要加吗？还是这个颜色？前面还是要加。前面这里还是红色的格子，主要是各种格子的一个拼接，再加一点豹纹做点缀，这个还挺特别的。我比较喜欢做一些结构和撞色的一些变化。所以这是一件短风衣。短风衣，对，因为主要想做一个军装的风衣，我会给它配一把皮的枪。
嗨，老师。嗨。我这个就是，就是我的效果图，大概就是做一套牛仔的衣服，然后它是落肩的蝙蝠袖的。哦。嗯，然后用的还是就是丝绒牛仔，我想让它整身是就是还是。上的实穿性稍微强一些，但是上面有一些细节，比如我在袖科夫和领子上的时候，我是正面用的牛仔，然后背面用的丝绒，把它翻过来的时候会有一个稍微就是精致高级一点的东西，然后跟这种混搭一下。明白，大概是这样。好的，加油。外面是个透明的 PUC， 然后宽宽宽松松的那种，所以我在考虑里面是要紧一点还是松一点。我觉得倒不是紧松的问题，是里面必须要服帖，要么就很不服帖，最怕就是粘在一块儿，要么就是里面看上去就很皱，然后感觉像被外面那件束缚着。嗯，对对对对。我觉得有一个点是大家可能要关注一下，我刚刚有稍微提到一下，就是鞋，有的时候鞋就是一个怎么说搭配，你如果做的太那个呢，反而让人看到你的缺点，就你一双不会出错的鞋，人家也不会关注。对，但是你如果万一搭错了一双鞋，那就尴尬了，人家就一直盯着，哎，这个都挺好，就那双鞋不舒服，对吧？那几个导师老师要这样挑刺的，可能我估计啊，不一定是我要来评分的吧，因为我都参与了整个过程，我肯定对吧？我打分的占比少一点，好吧？所以把你们淘汰的就肯定不是我啊，这个锅先甩出来是吧？来加油吧！好，大家继续加油！今天我们的全哥来这边的指导就结束啦，拜拜，谢谢，加油加油啊！我的妈呀！任科明真的给我挑了一个很不好用的，他就是不想让你夺冠，他就是鸡要夺冠。他说的吗？他肯定想一直想夺冠啊，在他心里他自己最棒啊。然后就是你可以慢一点，不用慌，然后慢慢的来就可以了。哎，我觉得挺好的，看着。知道这是谁的设计吗？我看到那个。什么了？那个谁在试衣服？任科明啊，对，丑爆，整个楼都能听到他的炫耀。天啊，羞耻。反正就是不是很喜欢他的设计风格，可能是我上上一期做了一个衣服变包，然后他下一期就做包变衣服。第三期又开始做衣服可以变形，就开始疯狂变魔术了，就可能受了我一点启发，然后就一直开始变魔术。作为设计师最重要的技能就是能说服自己。对，而且边做边改，边改边做。对对对。大家都做完了，我做不完的，做完这是什么？听不懂，做完是什么？我衣服做完了。丙烯。这下面涂的是丙烯，这个袖子吧，然后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看，其实它的效果没有那么好看，然后于是我就有点心跳有点炸，然后就突然想起来，我就炸了，就炸着的效果，对，然后就涂成这个样子，就是涂的比较厚嘛，然后就收尾啊，然后晾很久，所以就赶紧做完就搁在这里不要动，搁在这里不要动。